我看到我左眼睛人了，妈，就是你常常擦那张照片里面的朱叔叔。我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你一定是思春了。各位来宾，名媛慈善拍卖晚会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要拍卖的，就是由周地服饰店的朱地玛小姐捐赠的时装。 底价是10000，由巩大大小姐示范，巩小姐。11000，15000，妈，就算找不到大陆机，也要扰乱这个舞会，不能让那个龙家军这么嚣张。16000，27000，2万，给他。 2万第一次，21000，3万，3万第一次，快点，3万第二次，啊，这下边都被瞎了。成交，这件衣服是属于下面那位小姐的。 你只不过是公司的低级职员而已，根本没有资格跟我开价这件衣服，更没有资格到这种地方来。你的邀请卡呢？两位小姐是我邀请来的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原来是美国总公司朱总经理请的客人呐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番茄，我买了这件衣服给我女儿3万块钱，你说值不值得？值得。你的也不错。真的。等一下，我拿张支票上去。好啊。对不起啊。 要你把衣服脱下来，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再多穿一下。Your mother's gone。 喂，小妹，你怎么说脏话呢？His grandmother makes me。 各位，现在是今晚节目的高潮，要拍卖的呢是由小弟跟龙家俊先生两个人一起捐出来，在大屿山一片两块相连的地皮。 而拍卖所得的1/10将捐作慈善用途。现在，请龙家俊先生。大陆机，难道大陆机是龙家？ 这样拍卖真是太好了，看看是你来发展还是我来发展。坐。现在两块地皮的底价是4亿5000万，5亿。5亿1000万。简直，太拉了吧！古巴货比较适合我。5亿3000万。 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哦，全掉了，掉了是吗？全掉了，我帮你准备了另外一瓶。啊，5亿7000万，5亿7000万，5亿7000万，第一次，6亿，6亿，6亿，第一次。哎呀，我的心好痛啊！那。 6亿，我的心好痛啊！简直受不了了，心好痛啊！6亿1000万，朱总经理，是龙先生授权我带他出价的。哦，6亿1000万第一次。哎，你再喊下去我就毒牙你！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的心脏有事吗？我帮你啊，我帮你啊，是不是这里啊？ 是不是这里啊？这要痛啊！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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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亿1000万，第3次成交。啊！好了，不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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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坐下来啊。
程先生，恭喜你，恭喜你招到大屿山地级可以发展成度假村。是，再见。恭喜啊，恭喜啊！麻烦你了，不客气。这位朱先生特地回来带着你啊，我准备调你去新几内亚。新几内亚在哪里啊？有什么特色？新几内亚的特色就是最多吃人族，正适合你。十一姑，哎，你是大陆鸡还是龙家俊？两个都是。今天晚上幸好有你那一招，才能摆平一切。对了，那些坏人，不是我指使他们去做的。真的？我想跟你谈谈卖杂货店的事情。啊，又来这一套了。如果你肯把杂货店卖给我，而不挡住我度假村的风景，我就把新度假村的超级市场送给你，又给你本钱做生意。真的吗？你考虑一下。你是龙家俊，那你买给我女儿那六合彩是真的喽？是啊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些六合彩我帮你捡起来了啊。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还帮你把钱领了。好呀。不过全花光了。昏倒了。打听广东很难干的。快醒醒，快醒醒。罗先生，舞会现在开始。周先生去擦跌打药酒，你是主人，应该跳第一支舞。好。扶他过去坐下。各位嘉宾，今天晚上这舞会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，所以请来陪我跳第一支舞的，是在我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女士。